李小姐都忙些什么？拍广告啊。啊，是吧？哦，拍广告那就……你的枪碰到我了。哦，啊，对不起啊。这么说起来，李小姐的工作环境都很不错了。嗯，什么东西啊？你怎么会有两支枪啊？是啊，等一下啊。都没了。怎么啦？第三。